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我妈妈要去小叔家榨油啊。妈妈今天要榨多少斤？榨一百斤。榨一百斤花生是吧？榨7斤花生，7斤瓜子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去吧。这里是小叔家的榨油房，今天赶集啊，人特别多啊。念念，拿个榨些吧。我们家的已经榨完了，现在是榨外婆家的那个瓜子油，因为外婆有高血压，所以她只能吃那个瓜子油。一百斤花生。现在我们家的油都榨完了，外婆和妈妈现在在装油，装完油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这个全部是瓜子油是吧？这三瓶是花生油哦。对，我三瓶是花生油。好了，我们家的油已经全部装好了，现在就等表弟的车过来，把它带回去。老李。现在我们去西三万多是多少钱不干？我们三十点，加点几百，你来不查一下嘛？我表弟这次是从那个广西回来了，回来看外婆的。黑吉少，你什么时候出去啊？过几天。过几天啊？小白，你们回来啦？哎，油榨完了。榨了几桶啊？榨了6桶，总共有榨了50多斤哦。这50多斤应该可以吃半年了。那这样子榨油划算点，还是去买划一点？现在的猪油都吃不起了，你看那个猪肉。其实这个猪油的话，吃的健康一点哦。嗯。